彼得戴特、鲍飞、李宗伟，名单人呢？今天是羽坛四大天王王者之智巡回友谊赛的最后一站，但是中国羽球高手林丹因伤缺席，让在座的媒体有一点点的小失望。不过有一位小天王似乎也想跟着一起上台，说的是谁呢？李宗伟的儿子 Kingston 在记者会现场一直黏着爸爸不放，就算爸爸上台了还一直在呼喊他。而脱下运动服的三人是不是更加帅气了呢？在场上的敌人私底下却是好朋友，看看他们的互动就知道了。林丹缺席，笑的表演赛将会由谁补上呢？